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这个白影之城啊，一直被踢啊。好，不过呢，我蛮欣慰的，因为我的工会好朋友谚语萌萌，他就是非常好心啊。好，就算他知道说带我打没有奖励，他一样还是带我来打。好，非常的窝心啊，非常的谢谢他。OK， 我们这一次的话呢，耽误他一场就好了哈，不要请他带我一次打那么多场，因为上次的话他带我一次打了十场嘛。好，那之后呢，我就没有叶子了嘛。哎，不对，我不知道在讲什么。反正就是上次他带了我打十场，体验非常好。好，那这次的话呢，只要打一场就好了，因为我现在只需要拿这个奖励。我每天都可以打一次，但是我后来我想要自己找野团来打，但是没有一次可以组成功。每次别人只要看到我就把我踢走，因为我战力很低，我战力才二十几万而已。好，是今天有特别搞啊，搞到29，不然我原本的战力在25万。哇，怎么打那么快？天哪，我讲个话而已，现在就剩十几趴而已。我太强了吧？快没了呢。哇，不到一分钟，哇，好快，好快，倒了，好看，哇，打到了不错的好东西，太棒了 ，OK， 就这样子，谢谢。